我们社会的这种，现在这种所谓成功学呢，都是拿钱做标准。我们今天社会是用这个，过去文人还能成功，今天文人成不了功。就是你小说写得再好，你那小说不卖钱，你也不算什么，一定要卖钱。然后呢，电影一定得有票房。票房，对，你比如说你一个作家，这个获了个什么奖，你小说大卖，然后马上人家给你归为这个什么作家富豪榜。对，我这边还是被归为。对，这前十常客。然后呢，我说这个他都是拿钱来衡量这个成功，所以导致这些刚走入社会，其实大学已经算走入社会，因为它不是义务教育嘛。那么他就这种攀比型，就是我们社会的这个标准全定在那儿。就是我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是他们是无辜的，就这些女孩，社会是有责任的，是社会的引导的问题。那么引导问题呢，你高处的问题就是你的社会的目标定制的对他们极大的诱惑，就你说消费主义。低等问题就是他刚才一开始就说到了，是你金融系统的问题。500块钱你随便办个卡也得他们随便刷出去，对不对？凭什么我非得去弄他们这事儿去？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一个悲哀。就中国金融系统不现在老在这种这个改革嘛。对啊，其实这种大学校园你把信用卡给他，如果他花冒了啊，因为信用卡有的给的很低的，就是2-3千块钱，那么在今天全银行系统沟通的情况下，你这个代价会很大。那个可是那个息是低的呀，他们这个事儿主要就是息太高了，最高的息是按日计，你还不上的。对，就是他那个大学校园卡，这个信用卡为什么退出去了？是因为大学生的违约率比较高。高，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换一手机号，我就不还了这种的。而这种高利贷是我维持在50%的这种违约率，我都能赚很多钱。都能赚钱，对，我还不他们违约达到70%。都还赚钱了，还能赚哈！我也看到这个有人说，这个有人放贷的时候，我这行也干不了了。就跟你说有人跑了那种的，有的人贷了十几家，有的女大学生也挺厉害的。那我就不在乎我的照片，我贷了十几家之后我消失了，说坏账太多，我也不想干了。我看有人还说这个，还有他那个裸照，现在只能把它理解成天体主义者。不是，我跟你说，还有那种骗中骗的特有意思。我看一个案例哈，就这个女孩啊，她特贼，她上网。敲所有的这个放贷公司，他跟所有的放贷公司去聊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价钱，他觉得这家价钱是最便宜合理的，然后就反复谈条件，谈完最终条件以后呢，那人把他的就是这个最合理的公司，所谓最合理就是便宜嘛，把他的所有资料拿走了，没放贷就跑了。就是他还碰见过骗子呢，骗中骗啊，骗中骗，就是他为什么你认为合理呢？就是他就是条件诱惑你嘛，你把因为你是必须让他审查通过才能放贷，对，你比如你把照完裸照是吧？他说不行，说这个审查没通过，你还得要视频，你的视频必须得去哪哪哪，还得超过8分钟什么这个那个，那有的人就说。你怎么一开始没跟我说？我给你一个裸照，我就已经下了很大决心。你又弄这视频，那视频这个就是惨不忍睹的那种视频，他就不干了，不干了，等于前面就前功尽弃了，对不对？对。按理说就说那最低的500块钱就拍这种裸照，那我认为这裸照早就值了500块，还账就怎么算的？这都不知道怎么算的，这太不值钱了。广美，你作为女性啊，这你能理解妹妹们吗？不能理解，我觉得这个话题，我真的我心里很真的，我觉得很沉重，因为我只能说我很庆幸我没有女儿。那你原来上学的时候呢？台湾有贫富差距的那个时候？那当然也是有。所以刚才我觉得马老师刚才讲的说我是属于这种高高在上的朴素，其实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认同，因为我也是穷人家小孩子出来，我可能没有苦到说从什么得上小时候上学得走。2小时路，我们当然那个时候不会这么糟糕，但是，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然后社会教育很重要。所以您刚才讲说，这个社会要不要负起责任？社会要负起责任。但是你觉得那些女孩是无辜的，我也不赞同。为什么他们是无辜的？今天如果说你的这个叫裸什么东西，裸贷，你是为了要去买一个你负担不起的书，或者是你负担不起的学费，那我还打从心里。就是我真的会很同情你，我甚至愿意去帮助你，让你不要去进入这么悲惨的一个轨道。但是如果今天你告诉我你去裸贷是为了要买一个化妆品保养品，
就太不值了。我真的是我对我是打从心里看不起的、哎。可是呢，女生们一块出去，明显的那个有回头率的，或者男生会看上的，就是，哎，人家画的漂漂亮亮，行头一流的。文涛，有的时候，女孩的美丽跟她的回头率，真心不是靠这些东西可以装扮的出来。有时候是你心真的是讲这个好像感觉很虚，但是真的是打从心里面出来的东西。有时候这些东西会让你变得很丑的。啊！如果你去做了裸带这样的事情，我真心不认为你是可以昂头挺胸的、很骄傲的走在路上。我不晓得。那是你，但是我跟你说，人都有绝境的时候。这我就你包括广美，我记得啊，咱们这么熟。你也有过这人生的这个坎坷，比如说，哎，我记得你是借过钱的，比如说从香港那个时候嘛，跟上一个怎么着那个时候不是也是家财都净尽了吗？那你那个时候好像也是你怎么借的钱？我没有借钱，我就是卖我自己的东西，哎、你十万块钱的东西你就3000块卖掉，你原本你我、啊、这等于变卖家产，我原本两台车子呀。我两辆车，一辆吉普车，一辆跑车，就是卖。你100万买的东西，我10万块卖掉，我就不相信那10万块钱我会活不下去。你原本头等舱你可以坐商务舱，商务舱坐不了，你还可以坐经济舱，经济舱再不能坐，你不飞了行吧？哦，你那时候这么过去的，嗯，那起点还是跟大学女生不太一样。不是，他们、这个、有车可卖。你去看啊，他不是他这个很复杂，不是这个事儿，这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对对，这不是重要的。有一个我看那个例子啊，她那女孩为什么贷款啊？她、为男朋友，哎，也有这一路，这是不是很值得同情？她为了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她呢是没钱，跟男朋友就是带来的钱实际上是花在男朋友身上了，最后男朋友还把她抛弃了，所以他们的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呢，就我刚才说的，就是全社会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你得有钱。所以不管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是你买化妆品还是买包还是追男朋友还是要干嘛，哪怕就是你交学费，现在没有钱这个事儿就做不成，这是全社会告诉你的。你说到根儿上了，对，我就觉得咱好像也没辙了，嗯，就是钱成了最重要唯一的。成年人教会他们这样的呀，就大人们这样，咱们之间不也是这么、现在今天最牛的人是首富、哎、马爷，你觉得这玩意儿将来咱就这么下去了吗？我觉得社会的价值取向会慢慢往回拧，就是希望是这样。你看西方发达国家里，它其实你的成功啊，或者你在社会的地位，不因为你有钱，你有时候有钱的人反而很普通。那我碰见过有钱的人多了，那是真的有钱，不像咱这个听着是个首富，还欠银行好多钱呢，对不对？人家是不欠钱的首富，都很平易近人。很多人有没有钱坐在一块，他有钱没钱，其实你是看不出来谁有钱。你像那个什么扎克伯格，那个开的那破车，那么在北京，人家穿个 T 恤衫，对对，就很一般嘛。就、西方很多富翁都是很，包括他的孩子的要求，包括全社会的态度，我认为是全社会的态度。我们全社会的态度目前不好，价值观认知都是有问题。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就是有某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保养品。但那个保养品它真的很，它起跳5000块起跳，最便宜的东西可能都要5000块钱。你要知道5000块只是一瓶而已，你要把整个脸擦完你最少要4瓶东西。我天，打底的什么水状的霜状的什么什么精华液还有眼霜什么，你没有4瓶你根本就涂不了一张脸。那问题是我一直跟我身边很多年轻的女孩说，我说你知道吗，像这些东西这么滋润度这么高的东西是姐姐们阿姨们用的东西，你们太年轻了，别用这个，因为用这个东西对你的脸部会造成很大的负担。人不管不行，姐我一定要买这个。可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可是我听一个90后的女孩跟我说、说文涛老师，我跟你说，我妈妈从小就让我敷面膜，他说我真的体会到了，就是你这个天天敷面膜做保湿，你这个脸就真的是不一样。我不知道啊，我也不是女的，是不是啊，就是现在的女孩啊，从10岁她就开始敷面膜了，保湿。哎，你觉得这是好使吗？你知不知道那个面膜里面有多少的防腐剂？
我成木乃伊了。有多少的添有多少的添加剂？所以得买好的面膜。不，对吧？这个肯定是要买贵的。不是我只能这样讲，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要适度的，就是要找你自己适合你那个年龄层。我不是说让所有女孩都不要保养，每一个女孩都要保养，越早保养越好，这也是我的观点。但是你必须在十八岁的时候用十八岁的东西，你三十岁的时候用三十岁的东西，而不是十八岁的时候你就要用五十岁女人买的一瓶五千块钱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皮肤有很多时候都是天生丽质，我也见过那女的就是啥也不保养，那皮肤比谁都好，那你没辙。真的就是我可能这个比较错误了吧，就是我怎么觉得今天女孩的这个皮肤不如我印象中我们中学的女生女同学脸上的皮肤好。那个现在有雾霾，那时候没有，雾霾很伤害皮肤的。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所有地方的这个咱们这个毒素加起来，对，造成这个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女性啊，好像病态的女性，好像男性就都不变态了，都是变态的男性才有了女性的这心酸。第一直男癌这个地位不可动摇，向广美学习。我真的觉得皮肤就是他妈天生的，对，不是我妈七十几，我妈皮肤比我还好呢，对吧？她有资格说这话，您这脸就别说这话了。不是我就是说这个天生的，你抹这个干嘛？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性的最大特征是神秘，今天的最大特征是不神秘，那网上什么都有，对，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无论你怎么去进，怎么去阻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跟潮水一般的涌来，所以现在，女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就没有什么，这个珍惜的感觉了。过去都有这种珍惜的感觉，好，有的女孩就是说我得让我，新婚丈夫碰我，别人都不能碰。现在人直接说。一听说那女孩是个处女，那说那我不要了。说这他妈一经验没啥意思，因为她的观念都不一样，对吧？一个新闻的一个视频是采访，是一个电视台的采访，就是在街头随机找这个年轻的姑娘问你这一生你想睡多少个男人？我看到的数字最高的那个说200多个吧，然后说你现在已经睡了多少个？说100多个，而且特别严肃，很正常的在回答这个问题。哎呦，你还有一个带着男朋友的。问这个女孩，她带着男朋友在旁边站着，我睡了十来个了吧？哎，对对，就这种。那你听过那个有个段子讲那个90后和60后的吗？我估计你们听过，就是说，哎，坐那个火车，卧铺啊，有个90后的女孩睡上铺，有个60后的大叔睡下铺。然后那90后的女孩就不考虑别人的，放那个音乐，哇，那很大声。烦的，这睡不着觉嘛。这60后的大叔就跟他说：“哎，姑娘，你能不能让我睡一觉啊？”这姑娘看着大叔看了一会儿，说：“行，上来吧。”你说这哎，你现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念对于有些女孩子来说，一个这个，这都多了就可以睡，这都多了，对，可以睡两觉了，可以跟大叔睡两觉，你说，我觉得有时候还不是钱的问题。您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对于性的观念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真的很让人吃惊的。我有时候玩一些那个手游嘛，那你知道手游会有很多小伙伴，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群，一个群里面有好几百个人，其实大家都彼此不认识的。那我是做消息免打扰，我是不会去看那些消息。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的微信的名字，我吓了一大跳。他给他自己取的微信里面取的名字是叫。倾他的城，当他的王，睡他的人，上他的床。他这名弄这么长，这个就是叫做个性签名，就是自我表态。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服了，你知道我这一这算是比较文明的签名，我发现，对吧？就是也就是上他的床嘛。对吧。哎呦，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个有传染性，就是一个女孩看见一个女孩，比如找了个大叔啊什么的。他马上都会觉得，哎，我也可以找一个大叔啊，至少帮我买单啊什么的。其实对他们很多时候要求很简单，你知道吗？就是今天晚上我想去唱个歌，一帮孩子想去唱个歌，他总得找一个咱们这老干粗。哎，我觉得咱们怎么那么冤大头呢？就是我们年轻时候没赶上好日子。对，你说我们这些大叔要不也真是为孩子们服务？有的时候也不是睡不着，对吧？就给他买单。你也愿意嘛，对不对？我不愿意，但是我有的朋友那不就是承担了这种角色吗？他你说
这怎么理解？你说我们那个时候说什么直男癌的这种观点，那就是说这女的多睡一个人你就多贬值一分呢、啊、对，那固然那是老土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蹭一下到那另一个境界去了。 对这东西，对，他是跟他说的那视频我也看过，那我看过、啊、我们的兴趣爱好是很接近的，很有意思。那视频就是他就随机采访各种女孩，女孩回答都大部分都超出你的意料。两个有时候两个女孩一块走就问说你一生中要睡多少个女孩，那女孩说她已经睡了十多个了。她闺蜜说，闺蜜直接说。有的最什么，我里头说的最保守的人，就是最为保守的一个人说睡仨，这就是最保守的，说要找一个人就是没结婚的人，还有一个以后还有一个结婚的人，也不是怎么还有一个什么人、啊、是那个他说睡三个、那个说是在大学里边谈一个这种傻小子，嗯，大学之后要找一渣男，嗯，被这渣男骗一回、嗯、最后找一老实人、啊、这是里头这是完满的人生、啊、他说这三个这是里头要求最少的一个人，剩下都是十个二十个，最多的二百个。对对对对，二百个。其实那个是我觉得挺具有这种研究价值的这种采访。对，而且都很、哎、说的都很自然，没有一个人是很拘谨的说，是吧？其实我们说这种话有点不好意思哈、啊。人家接受采访的时候是很内心很健康的一种事。哎，也有可能你不好意思，我们不健康。那我有些朋友可得意了，就是你知道，就是说赶上好时候，大叔赶上好时候，就是，哎。我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朋友啊，他说你要在美国，就中国现在对我们这老男人是最好的时候，说在美国哪有这十六七岁的小女孩陪我们这岁数的人玩啊？他说可是在中国，对吧？有钱，我哗啦啦整天招一大堆都没问题，不也没花太多钱，有的时候就是给买个单。这就是不能全怪那些女孩的原因。这个供给侧和需求侧也同样重要，就老男人这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没错，是吧？很重要，供给侧改革，对，也得谴责。你这个他们写就讲，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消费主义，这还有什么社交媒体等等，这些是一只巨兽啊，就是说在吞噬我们的这个灵魂，新一代的灵魂。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大学老师，他说。你们要同情这些女孩子，他说我认为有同情之处。他说因为什么呢？1999年他去这个重庆叫什么巫山乡啊，就做调查。他说1999年那个时候我做的这个中小学孩子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学生。他说你们要知道极度贫乏带来的这个后移的这种意识。他那个时候比如说我调查一个小学400多400-500个这个学生，他说走山路每天2个小时才能上到学的孩子就占到了一半，200多个孩子。午餐的时候就是一半的孩子没有午餐。他就说那说你想这样的孩子他上了大学。而且我就觉得我真觉得我们60后我上大学的时候一样穷，没这种虚荣心，真的就是说他这种虚荣心我有时候表现，有时候我看到我觉得好可怜。就是怎么现在会出现家境好，你比如我觉得要是我的孩子碰到这个我心里就特心酸，我特希望让他不缺钱花。因为我见过那俩女孩，你知道一个家境不好的女孩现在要是跟那个富二代的一个女孩俩人一起出去还交朋友出去逛街，我就看着不落忍啊。那富二代女孩就是她帮富二代女孩提着行李箱，那富二代女孩买的那个东西就成箱，然后什么喝个咖啡啊喝个冰茶都是这富二代女孩给她买单，于是这个贫穷的这个女孩就有一种奴颜卑膝的那种感觉。哎呦，我觉得这太心酸了。那个泄露的资料里边有这样一个资料说，那个专业上有两大专业是最占，一个是师范专业，一个是医学专业。中西部院校的师范专业是交钱交学费交的最少的，这我们都知道，就上师范以前是免费的，现在是不免费了，但是他学费是交的最少的。你比如像金融专业、计算机专业，或者是这一类的专业呢，是出身不错的那些人报的，因为他的学费很贵，他可能一年就是1-2万块钱的那种，他们这个穷人的孩子是报不起的。就是我们没有完整的调查那些被骗的女孩的家庭的财政状况，但是我从他们的这个专业大致能猜出来，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出身贫寒的女孩啊，到了城市了以后，就是别人都在炫富。其实自己又没有钱支撑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拿一个化妆品也算呀，就是这种有可能背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于自尊心和虚荣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呀、啊、就是人靠衣装，我的意思就是说啊，真富就是真富，真穷就是真穷。但是现在好像他们说是消费主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靠俩符号，哎，我用得起这个，我就是广美这一层次的女的。但甭管实际上那这不是广美还说呢，一出去就广美实际特朴实，你知道吗，就是经常被人家瞧不上。不，他朴实不是这样，他朴实是在高高在上的一个朴实是两回事儿。